心思。我们刚刚有秘密任务，大家记得吗？有有。好，秘密任务，没错，请你朗读一下。秘密任务规定事项，任务必须在指定区域执行，不能被对方发现。若被举报，需要重新抽取任务。发现他人有怪异举动，可向制作单位告发。然后举报错误，又要接受惩罚。结算前若未完成任务，将接受惩罚。你们猜一下是谁完成的？我觉得你刚刚有一个是什么？你爱我吗？我没有说啊，我有说吗？不然他问我，哎、欸，你不是爱我吗？然后说哦。没有，因为我怕，对啊，我知道你会敷衍我。就哦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他就有点哦这样子。没有，我怕我有一点怀疑那。我怕你打我啊，所以我才说，哎，你应该是爱我吧，这样子。突然问，好奇怪。让丰田对你说出你在干嘛、啊、三次，而且需要完全一模一样，什么意思？字要一模一样，就是他不能说你到底在干嘛，或者你在干什么一样，都是不行的，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让他。情绪一直是同一个，对，然后但是他可以举报你，或是旁人觉得你很奇怪，他也可以举报你。我可以帮他后脑勺，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你实习到第二次被举报，你就要重新抽一个秘密任务。好，好，那你有信心吗？我刚刚其实就是想要扒他的头。好，那你加油，要飞跳，宇宙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所以你有学注音的，还是你有罗马拼音？没有，罗马拼音，罗马拼音，就是逻辑是一样，所以是字跟 o 啊 o o o 就 o o o， 叫我口技。在前面，然后就跳到这里，就会跳到这里了，就进节目。就是接下来我的下一卡就会抵着你说，然后你要说你要干什么？是是，你要讲你要讲你要讲，这是执行任务啊，这个。啊！也太快了吧！我在干什么？可不是你，真的我完全没发现。你有在那个任务吗？我有偷偷在执行任务啊。跟宇宙跳到来。并且合照，对，要把照片给我们看。这好难哦。对。来，拍。哎，这哪边？这边吗？对对。好，三二一，哎，三二。OK， 请感谢你们。刘。哎，丰田。你有在 online 吗？有。我们加个群组好不好？我们加我们四个人的群组。好。啊，如果之后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在上面沟通。好。因为我觉得好像你笑得有点诡异。啊？你刚？我笑得有点诡异。对啊，你刚感觉刚加群组。没有，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啊，真的不是啊。对啊，不然你看丰田加完我有什么事情？没有，真的没有事啊，真的。大家加一下，大家加一下。哎，是我的。是你。对，这个，对对对，它这个怎么念？哪一个？玄，真的是聪明，聪明自然的。我的是要跟思成说五次你好帅，要称赞思成很帅五次，有信心吗？我有信心，不被举报。应该不会。我们现在忍一下，假装我是思成，你会怎么称赞？哎，思成你很帅耶！我肯定举报你。这么不自然吗？我先讲丰田的好了。就对丰田的第一印象就是，很高。很高。对对对。很高。你刚不是这样讲的？我刚。你讲真心的。就很高。然后，私底下好像比较安静。第一次见面不熟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太漂亮，互讲对方安静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安静一点。对对对，然后思成就是很帅。为什么我不是帅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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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很帅，你很哎，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帅哥。哎呦。眼神对话。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。好，来开始。
如果想到帅哥，我会想到丰田。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你为什么被放下？你们错了，我不服气。门在哪里？但是我们有，就是他的生日礼物完蛋。门在哪里？真好帅，真好帅，打击到他哎。我的任务是拍摄过程中需要找小安击掌十次。你知道小安是谁吗？不是打他巴掌吗？哦，啊是这样。这样。哦。但中间如果你完成了九次，被别人举报，其他主持人举报，你就要重新抽一张卡。天哪，我们的惩罚是会帮你整个脸板打马赛克。我跟他很不熟哎。没关系，大家都是，有信心吗？没有。好，然后小安，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真的太安静，真的就是很安静，安静到一个就是说，哎，接下来那个小安，你要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小安。空气就凝结，空气就凝结了，就这样凝结了。你可以多讲一句说，哦，我几岁还是怎么样？我慢熟，他现在脸就红到炸掉了。然后第二天再遇到他的时候，他话就很多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怎么样？开始讲。第三天就好了。我需要三天。哦，需要三天。下一句要酝酿跟发酵。我们都是慢熟的，慢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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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再来就是宇宙，我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一开始就是，哦，他其实人身高猛，身高猛。但好像这个小安比较适合，对啊，是在说小比较小只，小只小芝麻嘛。好了，哎，真的，我跟小安站起来就两个都是很可爱啊，我很高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谁要站在一起都会升，你一五高，我一五八，一五八，我是190，你看这样子，刚好，好搭好搭，来。哎，好大！哎，我帮你们拍个照，帮你们拍个照，帮你们拍个照。这个是要干嘛？这个是要干嘛？头是这样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帮你们拍个照。啊，身高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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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秘密哦。要，有点怪，是不是？有。好。会紧张吗？会。要帮你拿吗？好。这个。哎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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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可以的，你看我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为什么一直跟我击掌？没有啊！我就怪怪的。没有。什么是秘密任务？啊！被发现！耶！所以最后秘密任务成功的是思成，谢谢。那我们其余三位都要被马赛克吗？这样好吗？各位粉丝最好对我好一点，因为我有他们的 LINE。